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锡纸鸡翅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最底下是胡萝卜，吸煮了汤汁，味道特别棒。我觉得懂得善待自己胃的人就不会孤单。最近特别喜欢用锡纸来做菜，这样子碗都不用洗了。打开的一瞬间，你会发现所有的香味都锁在里面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